玲玲、笑笑、月月，哼哼，啊！林克家族守护精灵。消失的蝴蝶，哇，好漂亮的野花呀！哦，原来是一只蝴蝶。玲玲，快来，这里有一只奇特的蝴蝶。哎，哦，月月，蝴蝶在哪里呀？咦，刚才还在这里飞呢。奇怪，蝴蝶怎么消失了呢？月月，你刚才看见的是什么蝴蝶呀？它一动不动的时候，好像一片干枯的树叶呢。它飞的时候，月月看见它的翅膀里面是漂亮的蓝色。博学多才的我知道了，它就是枯叶蝶。